水走在田野里，一个不小心扑倒在水里，该怎么办？弄脏了新衣，弄坏了玩具，爸爸会生气，妈妈会着急，该怎么办？站在春风里大声哭泣，该怎么办？我一十二岁没离开过家，又去上中学，离家有几十里，该怎么办？若是生了病，若弄丢了钱，被人看不顺眼，我单薄的身体该怎么办？我的父亲总沉默无语，该怎么办？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，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，该怎么办？来到了深圳，转悠了些日子，没找到工作，钱花的差不多，该怎么办？十字路口人往往繁繁，想不起去，不能停歇，该怎么办？我看到花儿在绽放，我听到鸟儿在歌唱，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，我看到云朵在天，迷失在路上。我已五十八，母亲已不在，老二离了婚，娃交给我来带，该怎么办？他说趁年轻再去闯一闯，说不定归来时会有一番景象，我只求他平安。太多的错误总在重复，该怎么办？我一七十八，突然间倒下，躺在病床上，时间变很漫长，该像孩子在老板面前装作，却很释然，说着只是笑看。
生命的烛火在风中摇摆，该怎么办？我已88，走在田野里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，春光真灿烂，过往的执念，过往如云烟，太多的风景没人全看清，放不下怎圆满？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，